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晚上还要供佛吗？那事实上晚上做的是为恶鬼道在做，因为没有福报的众生你要替他修福报，所以就像刚刚我们用这个水替他们供佛，鬼道就鬼就可以喝到水啊，那些人类就会发财，就会消业障。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大悲心啊，我们念观音菩萨就是做什么都想到众生，叫念观音菩萨啊。因为我们自己都会自私，所以如何改变自私的心呢？那就念观世音菩萨。那你心就像观音菩萨一样，想到别人的苦，想到众生的苦，所以这个在佛教里面是最重要的修行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有一种法你知道了，你就掌握佛陀所有的教法。哪一种法呢？佛陀说大悲心啊，学佛的人就要有慈悲心，那你就学到佛法了。有慈悲心的医生，有慈悲心的司机啊，等等，有慈悲心的老师，那大家最欢迎；有慈悲心的总统，对不对？
有慈悲心的警察。那我想这个社会就在教育这个，特别我们大乘佛教就希望大家培养慈悲心。所以念一下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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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看到别人有痛苦灾难，你帮他念观音菩萨，那痛苦灾难就没有。如果你的内心里面有烦恼生气欲望，你赶快想观音菩萨，他就不见了。这个很重要啊。有些人常常会说啊，爱生气啊，爱生气啊，很痛苦啊，那怎么改变？那你只要眼睛闭起来想观音菩萨的样子，然后那个他烦恼欲望就没有了，要会学。或是你直接念嗡嘛呢呗咪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让你的心像观音菩萨，嗡嘛呢呗咪吽，或是想观音菩萨，那你的烦恼就没有了。所以到了晚上，按照经典，释迦牟尼佛的徒弟阿难，那时候他还年轻，有一次在打坐，晚上佛陀给他讲佛法，他就在打坐思维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听闻佛法叫思维，思维思维以后，哦，这个有道理，所以我要这样做，这个叫闻思修。所以禅宗，我们中国的禅宗，他经常打坐，他在思维佛陀的或是他师父的讲的法，他一直思维打坐啊，思维让自己的心就像刚才各位听的讲的，慈悲才快乐，生气很痛苦，你要思维，对对对啊，我之所以那么痛苦，那是因为我爱生气，这样。我是之所以那么痛苦，是因为我没智慧，你要去想。所以我决定呢，要把这个爱生气，要把这个没智慧把它消除掉啊。所以呢，我要按照佛陀的方法念心经，念嗡嘛呢呗咪吽来改变啊。那你这个就在修行了。那如果你修行了，那烦恼没有了。但是千万不要越来越烦恼，如来如烦恼，那你就很痛苦啊！本来无烦恼，那有翁有翁无烦恼，即马有某也烦恼，有囝个烦恼，即马有孙个烦恼，那人活得很痛苦。但是我们学佛的人，越来越有智慧啊、所以念下来，有智慧的人没烦恼。有慈悲的人没敌人，啊，那佛教要我们要修智慧啊，培养慈悲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经常来庆福宫拜拜拜拜，那你一定要让自己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有慈悲，那在代表说哦，你有在修行。不然的话，你只是仰天对拜，对不对？只来拜拜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修行。那你要修行，那你要反省自己，检查自己的心，这个很重要了。所以我继续讲故事。阿难有一天晚上在打坐，他在想佛陀在说什么，因为他想要断烦恼，证阿罗汉。结果突然有一个鬼跑出来站在他面前，然后这个鬼阿难看到了会怕，这个鬼就跟阿难说，你三天以后就要死了。阿难说，真的吗？怎么办？然后这个鬼就说了，如果你能够替我们这些鬼啊供养三宝，乃至又布施食物给很多鬼吃，你三天以后不会死，不但不会死，长寿，有种种的福报等等。然后阿难赶快去找佛陀，佛陀啊，我刚刚看到鬼了，很可怕，他说我三天就会死了。佛陀说没有错，
你三天就会死了。但是因为你很认真，所以观音菩萨来帮助你，那个不是真正的鬼，那是面燃大士，是观世音菩萨变的。观世音菩萨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长寿。所以那阿难说，我是出家人，我没有很多食物来供养佛陀，而且那个鬼告诉我要布施给整个天下的恶鬼道，哪有啊，没有这么多东西啊。佛陀说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准备一些食物替无量无边的恶鬼道供养三宝，供养完以后又拿一些食物念辨识咒，然后它就会变成无量无边，每一个鬼就会觉得他得到了一个国家的食物这么多，然后他们吃饱了，他们就会升天啊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长寿啊。阿难就这样做，但是佛陀后来跟阿难说，阿难啊，你要把这个法门传下去，如果阿难没有修施食啊，这个世界没有佛经了，因为佛经就是因为阿难活下来，那经常施食恶鬼道，他就记忆力非常好。各位，恶鬼道跟人不一样，人死了东西会忘了，恶鬼道他的寿命最短的190万年，他永远都记得啊，他记忆力很强。恶鬼道永远都记得他的爸爸妈妈，他的儿子是谁，他永远在想，他永远都记得，忘不掉，所以叫孤魂野鬼，很寂寞很痛苦。但是如果帮助这些恶鬼道，那你的记忆能力会非常好。所以阿难把释迦牟尼佛讲经45年通通记下来背出来，所以现在才有佛经啊、巴利文啊、梵文啊、藏文啊。所以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要这么做。所以他们刚刚把食物先为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为所有的人类供养三宝。所以大乘佛教所做的功德不是为自己啊，不是为自己。像各位刚刚门口进来哦，看到鸟被抓，那我们就会拜拜的时候，我为那些鸟拜拜，这样啊。你看到有美国人走过去，美国人不会拜拜的啊，那我替他拜拜，这样功德回向给他。所以如果你拜拜修福报，功德回向给你儿子，儿子会得到；回向你祖先，祖先会得到。但是站在大乘佛教，我们要回向的是所有，你想六道众生，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天道，我们都要帮助他。这个叫什么？念下来，普度众生。对，既然学观音法门，就是要帮助众生啊，普度众生，让他现在快乐，让他未来快乐，让他解脱，让他成佛，一步一步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这么做，那你就会得到所有世间的快乐。为什么有些人说，那我布施10万块要回向给我先生赚钱？你不用想，我布施10万块我要回向给所有众生都不缺钱，那你先生得到了功德更大啊，因为你是想到你的先生儿子在做生意，希望他发财，但是所以你拿10万块来做功德，用你儿子的名义，用你公司的名义，那把这个功德布施给众生，那你儿子得到了功德更大。所以就是站在佛教，那我也短短的把佛教的修行跟各位再讲一遍。佛教的修行